喂，公安局吗？我要报案，我老婆失踪了，已经超过了24小时。哎，我现在马上过去，好吧？ 去机场，麻烦快一点。师傅，这不是去机场的路。机场路高速堵车，换条路。我手机导航没有显示机场的路堵车。停车。 你再不停车，我报警了！你要干什么？你停车！停车！师傅，只要你肯停车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前面就是山崖了，看你往哪儿跑！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……啊！今天我召集大家过来，是想通知大家一件事儿。你来说吧。各位，我们的艾总已经失踪7天了。 可公司的业务还要进行，从今天开始，公司所有与艾总相关的权益将交由李总全权代管。今后，我将作为公司的最大股东兼执行总裁。 全权接手公司，希望大家以后跟我一起努力。大力哥，恭喜你啊！听说这公司一上市，价值就翻倍，那你以后可真成大老板了。翻倍不敢说，但增值是肯定的。啊，熬了这么多年，总算是熬出头了。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？哎，今天会场啊人挺多的，你就在家等着我吧啊！哎呀，别起腻了，穿衣服该走了。哎呀，我儿子真帅呀，是吧？小琴呐，听话，在家好好养孩子啊。到了那天，你大力哥一定带着你去公司，让公司所有人看见，都说哟，你看老板娘来了啊！好好养孩子，在家啊，走吧，儿子。妈。 您也别去了，不是，好好陪小琴吧，在家等我回来。哎，儿子，大力哥，5年前的今天，我们公司成立，我们准备上市新三板的所有流程正式启动。哦，来，我敬大家，来都拿酒，哎，都有酒了吧？有。来，我敬大家啊，为我们的成功干杯！干杯！来来，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！来，加油加油啊！嗯。 加油加油啊！来，都拿酒。哎，谢谢你。李大力先生在吗？李总现在正在忙。我们要找李大力先生。哎，警察同志，这一，李大力，我们现在怀疑你蓄意谋害你的妻子艾青，需要配合我们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吗？不是，警察同志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看，我们这儿正办年会呢，要不办完年会我去找您怎么样？ 你当我这是跟你谈买卖呢，还谈条件？至于你们公司的年会，放心，会有人替你继续。啊？谁呀？我。艾青，你没死啊？ 哼，我没死，你很失望吧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爱卿。你听我说啊，我们可能有点误会。别演了，一切都该结束了。带走。爱卿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，大家辛苦了。这一杯，敬大家。哦， 好，行，那你让法务那边盯紧一点。行，知道了。先不说了，先挂了啊。当当当当！哎呀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走啊！哎呦，这个渣男总算是遭天谴了。对，来，为了我们小爱现新的人生，干杯！干杯！走了。 走啊，走光啊！你怎么不走呢？赶紧的，一起走啊！嗯，哎呦，哎呦，呛到！来个电话，等会儿啊。喂，